하세요. 공유 하세요. 감사합니다. 전시기는요. 이거는 종이 다르면 조심하세요. 제무 하오입니다요. 저거 지금 전시기를 했네. 처음 썼네요. 지금 시네요. 今天这个要表演的是孔刘，孔刘，哦，今天这个妖怪很厉害，鬼怪，鬼怪，是吗？鬼怪，哦，对对对，很好，真的孔刘来，如果太贵的话，请我哟，也OK，可以，行，那就发一个水舞端给你，咻，孔刘，来直接带来他的第二春表演的内容，看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来来来。 耶，耶，麦克。好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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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
迎孔刘。啊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啊！哦，你是孔刘哟。听说哟，你是孔子的后代哟。没有错哟，姓孔的都是孔子的后代。孔子、孔丘、孔锵、孔刘。不好意思哟，孔子跟孔丘是同一个人哟。哎呦。今天孔刘来到现场，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哟。什么事情哟？鬼怪的完结篇今天要开拍了哟。快点拍哟，我很忙哟。最后一集哟，我们找来女主角生日，然后要吹蜡烛，之后你跟女主角就会出现见面，然后就会。我懂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戏哦，我懂我懂，太熟了，谢谢，呀呀 ，OK， no problem， no problem。 我们欢迎先欢迎女主角哟 ，OK， 女主角来了，女主角，哇哟，哦，这个韩中还是谁呀？韩中，韩中应该叫不论，不是你，太急了哟，太急了，太急了，我们有剧情的哟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哎，你这样一打，我的头发稍微移动了五公分哟，再注意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哎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剧很简单。女主角生日吹蜡烛，之后你情绪到了之后，你就出现，请就位哦。等你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OK。OK。鬼怪完结篇，预备 ，Take One， Action！ 我的生日又到了，今年又是一个人过。今天是不是一个人过？就是我一直都陪你过，我一直都陪你过。哟，没有吹蜡烛，你出现干嘛哟？要吹蜡烛哟。我刚刚说要吹蜡烛，你才能出现哟。吹蜡烛就可以出现哟。对，情绪到了，吹完蜡烛才可以出现哟。等我。他情绪太快到了。啊，注意啊，吹完蜡烛你才能出现哟。鬼怪 Take Two， Action！ 我的生日又到了。今年又是一个人过。我陪你过哟，我一个人陪你过。生日的是他，又不是你，你吹什么蜡烛啊？你刚刚只有讲吹蜡烛哟，我自己带蜡烛哟，我这么大个蜡烛，你看我这是蜡烛哟。让女主角生日吹完女主角自己的蜡烛，你吹一下哟。OK。莫名其妙。哎，你注意一下，现在往右边移了五公分啊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了，记得女主角要吹蜡烛，你才能出来啦。好，要女主角吹蜡烛啊。知道。可以可以。预备，鬼怪完结篇 ，Take Three，Action！ 我的生日又到了，今年又是一个人过生日。还记得小的时候。父母就走了，羞丢，没有人陪我过生日。拍掉，拍掉了。一年级的时候，你继续演啊。我看到朋友生日吃蛋糕，我就决定以后一定要买蛋糕请大家吃。一直到了二年级，
我还是没有钱买蛋糕，所以三年级我一定要买到蛋糕。到了三年级生日当天，我有钱了，但是我忘记买了，所以我还有四年级。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了蛋糕，但我不小心又四年级以后，而且上主没有洗，回去做，没有洗，没有洗。四年级以后，要他睡。回国。四年级以后，你就认识我了。到处到处睡，很简单嘛，这样不就洗了吗？很简单嘛，这样洗了就可以跟女主角互动了嘛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洗了吗？点是我这样转过来亲他一下嘛，你现在这个东西怎么结束嘛？然后现在这蛋糕也没有了，你叫我在那边是不是很尴尬？很尴尬，对不对？没办法结束，对不对？老艺人第二春嘛，对嘛？老艺人是谁？我。他的表演是谁？我。老艺人就是你，你的表演谁要看？没有人要看。来我们来过，可爱呀，有啊，来来台哥，台哥，哎呀，干嘛？负责任的 ending， 干嘛呢？怎么会把我们节目搞得跟封神无双一样？拖鞋，真的是，哪来的拖鞋啊？但是蛮有 feel 的，蛮有 feel 的。你们连这个演吻戏都一定会用到的，嗯，好吧，你试一次，试一次，对。真的，真的啦，真的，哎呦，你就不要把，不是，没有了，哎，没有了，先大哥，那个吻戏哦，因为在电视上，他吻戏人这个感情的动物嘛，吻一定会有。那他过来是说，他是用大拇指盖住对方的唇，错位，他会盖住唇，他不会真正闻到你，好吧？这样你会吗？还是要亲他自己的大拇指？是是是，试一下，不，不用脱了，不用脱了，吻戏而已。不用脱，你要过来，先端着他的脸，对对，端着，端着，然后手要捂住，两根要捂住，然后你嘴巴是亲在你的两个大拇指上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了，好，听导演喽 ，Action！ 哇！我跟你讲，他情绪，我第一次情绪整个都爆发了。我跟你讲，师徒关系啊，到今天为止破裂，好吧，在那么重要时刻，这么好的开出来，我刚刚整个情绪都到。各位，从今以后没有所谓的师徒关系，没有，从今以后你当他的老师。啊